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今天我没有出去买菜，但是在冰箱里发现了一块不知道放了多长时间的鸡腿，比较硬。我现在把它放到那个清水里边，让它解下冻。另外还发现了一块冬瓜。本身那个鸡腿是，炖那个土豆比较好吃，但是咱也没有土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鸡腿炖冬瓜。反正是我是没有吃过，咱今天就将就着吧，用冬瓜，和鸡腿炖一下，试一试看好不好吃，自带牌子，咱开始吧。今天没有出去买菜，发现家也就剩这一点点，咱凑合着用吧。真香，可香，好吃。这个冬瓜炖鸡肉还挺好吃的，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做。我尝尝冬瓜，估计有点少，估计不够吃了。这做的有点少，感觉没有吃过瘾，但是也吃饱了。锅里还剩大概有两口米，留给我儿子。还有这个菜，还有一点点。今天就这样吧。如果说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并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。再见嘛。再见。拜拜。